演练现场在新型灭火弹与119毫米远程灭火炮的配合下，对于远在2公里外的火点实现了精准打击，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将大部分火点扑灭。这一款是119毫米次长的远程灭火炮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8公里，最大行程速度超过了。